周二补选最后倒数六天，严宽恒启动车队扫街，深入榕景巷弄，要稳固严家基本盘。持续加强陆战力道外，蓝营民代们也现身帮忙催票，包括立委江启臣、杨琼英、勾金素梅，就连台中市议员谢龙介也现身，另外四个行政区分进合集。而中卫补选这一仗被视为四大公投案蓝营补考，随着韩国瑜的复出，同台加持可能性备受关注，考虑找韩国瑜一起合体来帮忙助选。我的倚靠，我的靠山，我支持的力量就是第二选区所有的乡亲。合不合体，严宽恒没正面回应，不止加强陆战，严宽恒也勤办亲子活动。二号出席活动，特别穿上老虎装，却被发现哪里怪怪的，原来是衣服穿反，也被陈伯维酸，到底是哪一国的老虎长这样？后来有发现啦，我发现，但是就看到现场的大人都比小孩更开心啊，我想说这样子效果也很好，反正就大家开心啊，对啊，大家开心欢喜就好啦。为了固守严家基本盘，严宽恒陆战正式启动车扫备票，不排除合体美妻陈丽玲争取乡亲支持。台中海线谁能拿下？随着选情白热化，激战的中二选区双方阵营卯足全力。三立新闻严俊强、马俊文台中报道。